繁华之年，红尘似水，散去红台，万事如歌吹。长别旧杯不成杯，十分红烛今成灰。愿谁记得谁最好的年岁。放饭好吃看得见，我是今天的 MC 赵小棠，欢迎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好。然后呢，今天是春花宴的坦白局，在座呢各位就是春花宴的主人公们，然后让我们依次介绍一下我自己，来从主 C 开始。看哪边？啊，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剧中饰演的是慕容景和。简简。垮掉了，小肠了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谨言，在剧中饰演的是梅林。好，毕文俊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毕文俊啊，在剧中饰演的是月琴。嗯，好，陈楚豪老师。大家好，我是陈楚豪，在剧里面饰演的是太子慕容玄烈。好，我。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小棠，在剧中饰演的殷洛梅。然后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呢穿的都是剧中的戏服，然后为此呢每个人还都带了一个信物前来赴约。按照刚刚的顺序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在剧中的身份，然后也不要剧透太多。啊，剧中身份啊。对，剧中身份还有你的信物。哦，我的信物是扳指。扳指从哪儿掏出来的？刚拍完那场就袋鼠了。扳指，我的信物就是这个扳指啊，这个扳指就代表这个三皇子慕容景和的这个身份啊。那就像刚才所说，他呢，他是大炎的三皇子，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嗯嗯，这是我的。刚刚我还说为什么会这个灯果饼出现在了那个桌子上面，原来是我带的这个我的重要的道具吧，它叫灯果饼。笑了，它叫灯果饼。灯果饼呢是梅林，就是牵扯到他，他的爹、他的娘，还有他的，怎么形容呢？就是他前世内心中的伤痕，嗯，对吧？内心中的伤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于梅林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物件，嗯，贯穿全局吧。嗯，然后是我了是吗？我的这个是先从衣服上捡下来的。青州结，对，这个是梅林送的，然后也是月琴从头一直带在身边，一直带到尾，对。这么一个信物也是今天终于剪下来了，对对对，贯穿全局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吧。嗯嗯，我这个东西没有贯穿全局，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但是呢，这个是你记得这个吗？
我记得。OK， 可以。这个是我送给我最爱的女人的一个，在剧里面是这么说啊，后来加出来的。但是我其实觉得比这更适合的，这是我送给我剧里面最爱的女人的一个，送了多久？18年、25年的随身的一个香囊。但是我觉得其实更适合我，应该是我头上的步摇，但我今天没带，因为那个步摇拍古装很会晃来晃去嘛。但因为我跟那个跟，你在戏里面叫什么？都是因为你一直在笑，害我们都紧张。你叫洛梅，对，哦，对对，我想起来，因为我很爱你，不好意思。然后我跟洛梅其实那个步摇，我拿那个步摇，刺了一下，狠狠的刺了自己。我觉得算是把我们两个关系在那段戏里面有刺进去，刺破的感觉。是你算计我那个？我算计你对不对？对、啊哦、对对，我算计你。好，然后哎呀妈呀！我的信物就很高级了，怎么拿出来、我的信物呢是这个虎符，因为洛梅呢是大燕第一女将军，说实话她不爱男人，她只爱她只想在军中，她只想嫁给大燕，然后嫁给她的军队，嫁给军中，所以她是一个立志为大燕奉献一生的女人，所以这个虎符对她来讲很重要、其实对于洛梅来讲，这个也算是玄烈后期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了，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可能洛梅才真的想跟你在一起了吧。谢谢。好，听完了角色介绍，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不简单的主线任务了。然后大家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春花宴的坦白局，稍后呢我们会进行3轮游戏比拼，过程中还会有专属于大家的今日酷放饭惊喜放饭时间。赢福利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来优酷 APP 预约春花宴，我们呢也有相应的预约福利大放送，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毕老师给我们讲一下今日那个这是什么啊，对啊，你讲一下吧。从哪开始来着？这儿啊，我就一直在看你浑身抽搐的在笑，因为我们拍了这么长时间戏、没有这么正经的在一起，真的没有这么正经过。对太生气了，话题我突然一下就是抽到笑点了。来 Q 回来了。Q 回来。今天春花宴坦白局主打的就是一个吸眼的乱飞。直播开始前我们每个人都抽取了一张身份的卡牌。在我们5个人中隐藏着2名杀手，其余3人均为平民。在今天所有的游戏结束前，2个杀手必须完成指定的隐藏任务，如一人未完成则平民直接胜出，如2个杀手都完成隐藏任务但是2人都被平民指认出来则平民胜利，如只有一人被指认出来或均未被指认出来则杀手胜利。这个括号也就是说杀手们必须完成2个隐藏任务，同时最少有一个人没有被指认出来才会成为获胜方，而平民们则需要成功指认出2名杀手才能赢得胜利。当然平民也可以通过做游戏来赢取线索锦囊，缩小目标范围。友情提醒，2名杀手是互相知道对方身份的，那大家先就自己的身份进行一个简单的发言吧。好，谢谢我们的毕老师。哎呦，真长啊，帮我分担解忧。来吧，我们还是按最开始顺序，还吃呢。我是平民。铁狼，你觉得是那个坏人？坏人是拿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是平民，我真的是，而且我们刚才都。除了平民还有什么身份？平民哪还有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除了平民还有什么身份？是啊，刚才有没有听我讲？听到了，2个杀手，3个平民，听到了，我是平民，我是平民，那我也真是平民了，都平民。但是杀手之间他们是有信号的，对吧？你看我干嘛？我是平民，这就像我刚才讲的，心眼的乱飞，大家都现在。所以我们是要自己讲一些话来表达自己，澄清自己，是不是？对。那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所以现在澄清什么也没什么用。要澄清什么？就是其实就是，
就是表一下忠心、啊、表一下忠心，最后要猜出来，就是大家都要猜。那我们可以问彼此问题吗？可以啊。所以你是一个跟你剧里面身份有相似之处的人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嗯，这里大家戏都很好，怎么猜啊？但是今天杀手有隐藏身份嘛，对吧？两个杀手都有隐藏，就是两个任务，有任务他们有要完成的事儿。对，所以说如果谁在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奇怪的举动或者说话，是不是就是很有可能是杀手？嗯，对吧？嗯，谁最奇怪呀？你最奇怪，我就知道你在这等着我呢。行，那我们往后吧。垮掉，又垮掉，又垮掉。听完这一轮，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也欢迎在线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猜，助力我们呢一起成功的找出杀手。废话不多说，下面正式进入第一个游戏，全员一致。好，让我们的导演来 cue 一下游戏的规则。然后大家在桌上有角色的手牌可以使用，一共我们会出十一道题，然后全员一致数目数量大于等于六道就算挑战成功，可以赢得一个杀手线索。如果全员一致的题目小于六道，则全员接受惩罚，然后惩罚会稍后揭晓。哦。然后一共是十一道题，就是由小唐来 Q 一下每一个题的问题。嗯，好，那我们开始了啊，游戏。这牌是这么用的。来，太子殿下，看一下你的手牌，知道游戏规则了吧？你们都知道了吗？听懂了。游戏规则。那我再补充一下，大家必须五个人全部回答是同样的问题才可以得一分。啊，就是两个或者三个一样都不行吗？就是超过半数不行。需要全员一致。如果我们不一样，就要大家都要接受惩罚。对。不积分，然后一共十一道题，如果你们能全员一致，题目数量达到六道、哦，然后就算胜利。这可好吃了。那我们的惩罚问题、稍后揭晓。好。好，那我们来了啊。哎，对，这个完了之后，如果我们赢了，还能有一个杀手的线索。好。好，第一个。谁的角色武力值最高？三、二、一。都觉得自己吗？都觉得自己。都觉得你。哦、你绝对是杀手。哎、你俩真的。我们俩。你绝对是杀手。为什么？他是。他武力值多高啊？楚哥也觉得是。我是大炎第一女将军。你掉过威亚吗？我当然。我女将军，我武力值不高，大炎王了，大炎。还平南军呢，威北军他是高的，我俩拍过一场打的，我俩拍过一场打的，然后武力不上，不相上下。其实不是，剧本里面是我没有好好给你打，我也没好好给你打，我在试探你。要不你俩现在打一下，对。哎呀，这个他后面也拿的是我没的，我白要拿你，我紧张，所以才拿错了。嗯，完了，完了，你俩打掉了，你俩杀手，你俩杀手，你是杀手，一举就暴露了啊，你是杀手吧？当着我的面你要说本来要拿人家，你们这俩贼婆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俩杀手，我不是啊，他是不是不知道。来第二个，谁的角色智商最高？三二一。接受惩罚就好。哎，我去，不是吧，你拿的是、我呀，你不拿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智商不高吗？我肯定我还好吧。什么情况啊？这个，那为什么呢？你说一下，你为什么觉得是他呢？因为我跟小毕兄戏不多嘛，但是我们有三场戏，对对对，我觉得那你们都没有，我觉得那三场戏其实蛮精彩的，就是又下棋啊，又喝茶，他在跟我角力，所以我觉得他戏里面他虽然话没有那么多，锋芒没有那么显露，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睿智的，对，比较心计的一个，藏得很深。来，那你们，我觉得这个先姑且不论。你这个是为什么？你连着两把你都有问题？不是，因为首先啊，我和太子的戏是最多的男性里，然后呢，其次呢，就是确实我这个角色让他骗得滴里丢溜的转。你被骗不一定是这个角色是全剧最聪明。为什么呀？你想想，我是大炎的女将军，我心眼子一定也很。他现在是大炎的女杀手，你觉得你首先你就是这个了。你不能这样就开始拉节奏，你这个就是带节奏，你知道吗？你把所有的东西先转到我身上，所以我有那个叫什么词？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去怀疑你。没不让你怀疑我呀。下一个。来。来啊。
谁是组里的5G 冲浪大师？谁？5G 冲浪？5G 冲浪大师？大师？就是你的网跳舞。5G 你的网网速网速啊 ！5G 啊 ！5G 啊 ！OK OK。冲浪大师，为什么是冲浪大师？要不是主持人，你换个人道吧，倒不下去一点。这个真的不知道哎。来吧，刷三，上网是不是？我哪知道？哪知道？一，哎，嗯，你是杀手。我怎么又是？难道你不天天刷抖音吗？我分享的都是事实。对不起。说错词儿了，咋了？咋了？没事。那我们来都说一下为什么吧。嗯。为什么是他？我也不知道。瞎选的。因为每次那个见到学习哥，感觉都在玩游戏。杀手。杀手。然后我这个是因为我每次都看他坐在刷手机。啊。而且还会分享给我很多，分享什么呢都？好笑的，就是一些狗啊，狗配音啊。嗯，我跟他戏最多，我跟学习哥戏最多，别人我也不太知道嘛。嗯，就你。因为我跟学艺连续合作两部嘛，但上一部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一部就每天就是三不五时就是拿手机，后来就我去旁边看，我发现他是湖人队的球迷，他经常看。那你想看，有时候看直播那个量肯定耗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他说的不是流量的事儿，丹哥，不是流量吗？是流量那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道题，对吧？嗯，那还用玩吗？是几个人算对啊？五个人一定要很一致吗？对，五个人都要一致。哎呀，那有点难啊。嗯，我们现在几道题了？一道都没都没有对。我的天哪！可不可以换一个简单的题？有还有什么简单题？这个简单。量子化答案。谁在生活中最易？易。对，是就是E人和爱人那个，你知道吗？不知道。哪个是那个奔放型的那个？E是奔放型，爱是收缩型。就是你的性格，E就是你的很能跟大家打成一片。E就是很。那这题大家一定都能对了。爱的话没问题了，那种可以来，对，就是那什么了啊，来啊，三、二、一，走。这个我有说法了。为啥是我呀？记不记得咱们开机的时候，你跟我清清楚楚说，你说你是艺人，你特别艺。我是呀。对吧？是不是你说过？我倒没那么明显吧。你太明显了。我明显吗？是挺明显的。你太这题都对吗？嗯。这样我们要不对一道吧？要不然人家看我们春花院剧组什么面和心不和，在这里演什么戏呢？对吧？那我们这样，我们换一个最爱的人。对吧？爱的人，最爱的人，最爱的人，这一定要了，一二三，我很配合啊，我们答对一题了，对，答对一题了，这道题大家太默契了，以后他就不叫太子，叫哀王，哀王，哀王 ，OK， 那我们下一道题啊，谁的戏服是最保暖的？谁的戏服最保暖啊？我知道，举几个呀？一个呀，一个人是今天穿的吗？还是说今天穿的太明显了？哎，今天穿的也可以，我平常最知道吧。来啊，三二一，今天穿的啊？哦，你这样还他俩还可以这样子啊？还有两个，你这样永远答不对，你是杀手。这怎么还多选呢？太难选了，你吧，你。你们俩不是因为我的这个就这个毛领子这个真的多，起码四五件儿，只不过你们可能看到的少，但是其实真的多，而且还有那叫什么丝绒的、法兰绒的、毛绒的，对，所以其实还挺保暖的。盔甲的还好几套，对。只有最后一道题了是吗？一共十一道题，我们就对了一道是吗？因为它后面是另一个题目的题了，就不太一样了，是选 A B 了，就不是别的了。积分是积到一起，我积了一分呗。好，是现在只有一分，而且是赠送我们这个组啊，因为那是题目上没有的题。咱们这样，
咱们不要说什么组里的种草王啊，然后什么的这些，这个因为好像在组里面大家都是比较聊戏上的东西比较多，都很认真工作，就不太会聊这些。那我们来说吧，来，谁是组里的忘词王？忘词王，忘词王，对，就是拍戏时候经常会忘词啊。那很明确，很明显，很明显啊。这个很来啊，这个我觉得没有哎。谁呀、啊？对呀、啊，啊，就是可能经常会卡一下。来，三二一，真的都选我自己也选的我。那我跟一个吧，我们在拍个戏啊。哦，对你刚刚没戏啊？对，我们俩没有。你刚刚完全没戏，一场都没有。对，太厉害了。那咱俩的戏还挺顺的，都顺的啊，都很顺的。对，我只能跟一个了。来，我们再来一道啊！谁在拍摄的时候总笑场？总笑场。对，三、二、拍摄的一。啊啊！你、你会吗？我会啊。你难道不是总笑场吗？那不是你吗？好像 你跟我干啥，娟娟？啊？因为他刚没戏，所以他绝对不知道。对。你举谁啊？我举啊，赵腾。对啊，我跟文俊跟大哥我们在一块儿还是很严肃认真的。我们也严肃认真，各位观众不是这样的，各位观众。来啊，那我们下面换下一个了，就是说接下来的题目是选择题，请大家把牌子对翻到有 A B 的另一面，然后我们开始继续答题。好，第一题。哎，这个累积到就是刚才那个答对几个就可以得到线索的吗？对，累积啊，一共十一道嘛，我又加了两道刚刚。好，刘学义这边的是觉得慕容景和更擅长什么 ？A 耍枪 ，B 耍花枪。不是有什么区别吗？等一下，耍花枪，耍花枪跟耍枪的区别是在耍花枪不是说吗？耍花枪不是搞花活？搞花活？搞花活吗？啊，啥叫搞花活？本来说耍花枪我还能理解一点，你搞花活我先给就是本来可能就正常的。哎，我也不知道耍花枪，导演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导演。耍花枪就是很会说，油嘴滑舌是吧？来，好，是说角角色吧，角色，这个角色那OK。 对，角色。哎，等会 A 是啥 B 是啥来着？对不起， A 是耍枪， B 是耍花枪。来啊，卡他嗓子哑了，三、二、一，走。哎嘿，全员一致，全一致了。二，哪个活动梅林的进步空间更大？A 跳舞 ，B 刺绣。哇，那我，来二、三，我会这些吗？二、一，走。我自己都不知道。进步空间大，哎，我跟一个吧，谁？哎。你跟的 A 呀、啊，我选的是 B， 我也选 B， 跟不准，为什么？因为我为了让梅林学刺绣，我还特意手抄了一份那个刺绣的那个笔录。哦，但是他绣的很好，他就有天赋，一天就绣成那个了。那是不是设计剧透？这是啥呀？好像是，这是不是设计剧透？那你怎么还选 A？ 不是说进步空间最大，就表示他做的不好、啊。都还行，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呀。A 是跳舞啊 ，A 是跳舞、啊，那我要选 A。因为我记得他有一场跳舞的戏，你看过我跳舞吗？我有派一个妈妈去监督你们，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对，然后他有报告说他为了你，所以又是你不一样，都挺好的。谁啊？我选 A。你看过我跳舞吗？他不一样，没有啊。哦，想跳舞是吧？我没看过他跳舞啊，一定会，你也没看过。我没看过你跳舞，都还挺好的。好，第三个。乐琴不擅长打什么 ？A 打仗 ，B 打直球。三打直球。好，等会儿什么 ？A 是什么 ？A 是打仗、B 是打直球。你知道打直球什么意思吗？打直球。就说话比较直接。就直话直说。对，就是我。哎呦，不好意思。没事。就没来了。懂了哈。来啊，三二一，走。这个剧组、你是杀手，你也是杀手，因为他自己都选这个啊，自己你这样准确吗？你自己 A 是什么来着？我又忘了。对不起，打仗啊，打仗，对，不擅长打仗，为什么？对呀、啊，因为我就只打过一次仗，然后带着军输了嘛，呀，又剧透了，对不起。
因为我半天经常拍武戏，就文俊他自己不用拍。对呀、啊，我是从头到尾一场打戏都没有的人，没有技能你。对，对他没有打戏。但是相比你打直球，你更，其实后面打直球了跟他。打啥直球了你？我最后嘛说的挺白的嘛。也有道理。那不然呢？都快结束了，大结局了。对，快大结局的时候说的很白。来，我们歇着，我们对了几道题了？三道题。一共要对六道，我们加了13道题，所以一共要对到7道。啊！你不用了，现在就剩最后2道题了，可哪有那么多啊？就算我们赢了吧，我们努努力，看能不能到6道题。好好好，来啊！落梅更喜欢什么 ？A. 上阵杀敌 ，B. 热闹。3、2、1。好啊，有了。好好好。热闹。第三个。慕容玄烈的标签是 A 纯爱战神 B 心机 boy。 慕容谁？我吗？你、嗯、OK， 那这纯爱战神和 A 是纯爱战神是吧？这也 B 是心机 boy。 这也什么？说出来、嗯、说出你的困惑。A 是纯爱战神。嗯，对，大家你先把 B 翻好一面，你不要抬起来之后不一定啊，突然转过来不一定啊。对对对，不一定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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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来啊，现在至少先3、2、1。我跟啊，我跟走。有问题，真的有问题。我们仨，哎哎，对啊，我们仨都是、你们俩有问题。你们俩现转的。不，我刚才转过你俩干什么？转 A 了。我刚才是跟着他，然后我又转，看到你俩选，我又转过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是纯爱战士？我没有，我只是在看大家怎么转啊。为了赢，现在都是人。为了赢不择手段，大家都是。行了，来吧，导演 Q 一下，说一下我们多少道题。最终只答对了4道题，所以要接受我们的惩罚了。哎呀，哎，这个剧组呀，来吧，接受惩罚，愿赌服输。接下来我们就要接受惩罚了。惩罚内容是从现场提供的表情图中选择一张进行模仿。好，来吧。这个是吧？那啥呀？这个来，哥帮我拿一下。来，谢谢。选哪个？这位呢是我们优酷大明星，给大家展示一下。哦、展示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优酷大明星，也是优酷微博的宣传大使。这次呢，他来我们春花宴宣传的，已经关注优酷官微的朋友们应该经常可以在微博上看到他了。好，来我们模仿吧，每个人都要模仿，对吧？对，先挑一张照片来模仿。来选吧，你们选吧。 选哪张？好像就只有3张吧，一个两个三个。嗯，这是这什么？这不你吗？后面的还是是吗？所有照片都可以吗？里面所有照片都可以选。啊，我来这个。你们选啊。那我来这个吧。行、嗯，来。来，我要这个。我帮你选。这个，你就这个，你就这个。为什么？这个。这个。这样子的吗？我是这个。那我这个，我这个嘛，好不好？也不容易，对吧？对吧？这个也不容易。这个吧。痴汉。这个吧。我痴痴汉。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哪一个？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哎，这边有个高难度的，有人要吗？哪个？这边有个高难度，这个是你我先说，这个人不要选这个。确实我好像。我选这个，我们互相做最高的吧。哇塞，好，可以可以可以，那我 OK 好，那我配合你，那我也选这一个，这个挺好。你掉这个是吧？我也这个吧。可以可以可以。你选哪个？这是你熟。我这个，我这个吧。对，好像有选了都选了，都选了，你不要为难别人。这样 OK。不会是你左右边那个人吧？就是、啊、是不是 ？OK， 装可爱。哎，那我们来依次进行模仿吧。好，来，刘学义先来。这就是在这儿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现在模仿的这一个，我们帮你拿。别说，眉眼间还有些相似。祖先，执着的想要学这个是吧？祖先，你应该给我们一个那个分数的牌子，让大家模仿可以举一下。那大家可以给那个刘老师的模仿来打个分吗？这个满分，为了热爱，满分呢？为了他的坚持和执着。满分，满分，满分，坚持和执着，一定要这个。来，姐姐，我这个是，这是你熟吗？这到我了，这是你熟吗？认识吗？认识是吗？嗯。你在干啥呢？我帮你拿。我拿了个麦克风在那儿。
满意不？满意，满意，满意。你有看到他的脸吗？可以。你就看到你在看他，在看他脸。为什么我还要再来？你要让本尊看一下像不像？看到了，他看到了。贴脸开大，贴脸开大。你啦，我还像呢，我这个，我我可以拿着，我也拿着。要这样是不是？还乐了。这个我觉得有难度，互相伤害这两个人。这人是你吧？这不是我，有点 beef 跟这人。你眼睛是往哪？往这边看是？对，是这样子。对。哪有那么丑？这个嘴是这样子。是吧？好，大家鼓掌。这个是吧？帮你坐一下，你当初怎么坐？你过来。那是个玻璃那块。我再坐一次啊。满分。谢谢。上大分。行。我这很简单。要不给你换一个，换个我就这个吧，就这个吧。这个不好吧？太简单了。不是，这不是给这个咱们优酷这个打 call 吗？啊、是不是也行，对不对？对，上价值，对，上价值。懂了，来吧，哥。就这样吧。哎，就那个吧。耶、yeah ！完了，秋衣露出来了啊！秋衣露出来了。来，刚刚。你学个我吧，文俊。再多学一个是吗？加分一个，来，给你加一个。嗯、这个算了吧，这个。这个算了。你嫌弃了？没有。这也蛮好的。这个。我没事说，这个简单。这是你们团队给的表情包吗？这可以吧？这就是这个吗？这给的也太……这是以前可能的直播留下的某些互联网的记忆。完事儿，来吧，该我了。我给你拿着。我看这个小手，真的，这一般没学过的，这样子是吧？我这还不好做呢。哎呦，我这胳膊抬不起来，这样子，看一眼，这个刘海我都没有。哎、不错，是不是你哦？可以。我比较好奇这是什么时候？这个是那个跳斗牛舞了啊？在哪个戏里的？在沙漠里面跳斗牛舞，所以才会有。我忘了。你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这个，你记得是怎么做那个你的那个戏里面？不要逼我做好不好？这个你说这个是吗？对，你说这个是？对。做嘛，都做出来了。我已经做了，还想讲再来一次，配合刚那个脸。把陈楚河逼疯的一天，笑死。来，那我们下一个游戏吧。我们惩罚完了，是不是、啊？我看一眼啊，这个在哪儿了？已经到哪儿了？第一轮游戏结束，进入今日酷放饭时间。我们来为观看直播的网友们谋一波福利吧，请从以下提供的五张打码照片中分别找到相对应的相中人，选择好正确的照片可以作为福利送给正在观看直播的网友们。是是，我们都找自己右边人，当然我认得，好不好？找右边人啊，对，找你右边的人。好，我找你。对，然后太子来找我。我找谁？你找太子。对，嗯，太子。然后计时30秒，你们说开始就开始哈。小唐那个照片在那个架。什么意思？我还得起来。就左边那个架。哦。哦，这儿呢。看见了，我没明白。这个打的挺过分啊，这个马赛克。现在开始计时了，3、2、1，开始。我去，这怎么看？啊，铺在这，得所有人一起看。铺这，来过来。是。铺这，我都看不出来。这马赛克打的很赛克了。这是你啊，谢谢。这是谁啊？这个应该是他吧？你找谁？你找我找你。我找谁？你找太子。这三个我真的认不出来，我不开玩笑。那个不知道，那个真的是，其实那我就拿那个非人类好了。这个是什么世界？你倒给我点提示呀！提示不用提示啊，没有默契呢。我知道怎么哪个是你，每个人都要拿一张照片。那我知道，对，好了，好，找右边的对吧？那应该对，这也太骚了，这照片太骚了，这是吗？对，我这肯定是在床上拍的。哇，那不可能，我是你吗？你不是你啊？不是你吗？应该不是，我不确定。哦，好，来，让我们揭晓一下。我跟那个，这个应该是我，这是你，应该是，是不是毕哥跟？这是你啊？怎么倒了？这个是毕哥跟我讲的，说我要来这里吗？这个是女生就太狠。我去！哎呀！不好意思，我就站在这里揭晓是吧？来，好，那就不从我这张开始。这个应该是依次顺序吧？这个是 B 哥吗？这个是哪一张照片啊？这看不出来。你那么坚持是他是吗？我感觉这应该是。行。哎，这个还真的是，我们这个猜对了。对啊。然后你猜刘学义的那个照片？应该是这个吧？
我再确认一下吧，我现在有点迟疑了。这就是我说的最不是吗？最 S 的那个照片 啊，是这张是不是？这是薛逸哥吗？啊！这谁？干嘛看到鬼啊？不是，这是你怎么会拍这样的照片？这谁啊？我以为这个是你呢。这我起床照啊，那很正常。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对镜子先这样来一下。我拿水喝啊，我起床了之后我拿水喝。哎呦，笑死了！然后好，下一个是谁？尴尬了。嗯，长颈鹿。长颈鹿。还真是有点像啊！这个是景元姐，这我啊，这么都看出来是长颈鹿啊！不知道我蒙的，对啊，因为这个就在我那个眼前啊。景元姐，你的那张，这个是刘学义的照片，是不是？啊，那对，是咱俩弄反，是不是啊？啊，弄反了，不是？为什么你们的照片，你们这是干什么？来选美吗？你是找我好看，我都黑成那个样。你看景元姐这样子，你们这是玩什么？那你看，哎，那我找你找对了。你找对了，对，我看、这个。但是你刚刚用了一个词，这个非人的非人类的照片。自己看，你们自己看这照片，你看得出来什么？我看出来你应该在做一个动作，你应该是正在发疯吧？对的。我看，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在干啥？不是，这个是咱们优酷找的照片吗？是从小小你被我在甩头发，跟牛在一起玩耍。咱一个长颈鹿，一个牛。对呀、啊，我们两个就很接地气。对，但你看这三位男士怎么了？他们我俩没有田园自然风。你们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子在这里这样子这个摆，还有一个发早上的床照，起床拿水杯的照片，然后我们两个这样。这个游戏啊，以后都给团队审一下，然后在网上放啊，这照片，这很好笑。然后是到哪了？我也不知道到哪了。马赛克照片，然后是下面公布正确答案。哦对哦，恭喜大家正确，恭喜大家选择正确，猜对我们的照片。然后哎，你们谁选择正确了？就王磊选的。三个人选对。对啊。要全对是吗？就是，小兰，你可以再念一下后面的规则。哦，我知道了，后面是这样跟大家互动的。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当 MC 没那么熟练。猜对我们照片，然后现场签名送出。大家在荧幕上打来优酷预约春花宴，我们倒数三二一进行截屏，截图中 N 个或者说具体数量，看猜对的照片数量 ID 名，则可分别获得这个原图的签名照一张。大家快快刷屏发言了，刷什么屏哦？来优酷预约春花宴，刷这个哈。然后各家的粉丝们，如果拿到别人家的了，可以去互相交换一下啊，拿到自己的喜爱之人的照片。来，让我们看吧。可能现场会有一些延时，所以大家看到刷那个来优酷预约春花宴的这个字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截屏。然后刚刚我们一共猜对了三张图，所以需要可以送出三张照片，没有，就是截图中的前三个 ID。在哪截呀？哎，他这个怎么还在延迟？然后刚刚我们一共猜了，在这儿截，但是还没有刷。哎，怎么？哎，终于有人来了，来了。你们刷别的没有用哈，你们只能这个。预约春花宴。我要开始截图了。感觉优酷预约春花宴，这个人还蛮多的，但是你们。哎，好了，截到了。没截好，再来一张啊，不好意思。什么时候到唱歌环节？来，有请我们毕老师念一下 ID。哪个呀？前三个。其实你多念几个也行。我的妈呀！上面是前面的还是下面是前面的？上面。不能再说了，确实不能再说。这个什么，哪一个？苏苏 M A N D Y， 恭喜。然后，这个要不要你来念？可以，往后传着念。我不念。咱们就念五个吧。我不念。第二个。哎呦，刘学义的心肝儿。来优酷预约春花宴，我好笑、哦。太油腻了。这你念吧，下面这个。淘气气。淘气气，
还要念几个？我们往后依次念五个吧。文文要快乐，苏哪里？这字怎么小？小贝是吗？小吴，小吴，小吴棒棒的。嗯。OK，OK，OK。你看，每一个都跑出来，可以吧？嗯，可以。因为刚刚老师念了五个 ID， 那我们就因为放饭时间嘛，那我们就真的送出五张签名照，好不好？可以。然后叫老师们现场签一下。那在这儿是吧？你个人签个人的，是不是？这好吗？就是刚刚那五张呗。应该是。对，还要我出个。签名笔就这一根是吧？这别吃了。今年咱们这边有两根笔。这一根。嗯，接。你还用啊？等等吧。好吃。还有哪个好吃？这个，刚才哪个来着？这好吃，对，嗯，这好吃，最后一个。好了，好了。那恭喜刚刚念到 ID 的五位网友，可以得到我们五位老师的签名照一张。然后小唐可以 Q 下一个环节。嗯，好。好，第二，那我们下面开始第二个游戏，叫“心有灵犀，你划我猜”。来，让我们请学艺哥。给我们念一下游戏规则。接下来我们游戏继续，下面这个游戏就要上升点难度了。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心有灵犀”，就是你画我猜。游戏规则：五人站成一排，依次进行笔画传递，由最后一位说出答案，限时八分钟。正确三个词即为挑战成功。过程中可简单语言提示，但不能说出与词卡相同的字。好。嗯，来，那大家先一起移步桌前吧。然后在正式挑战开始之前，我们有个小小的热身环节。好，所以老师可以挪到前方。哎，这个要不要补点货呀、啊？那个，哎呦，它失控了。这个很好吃。对，这怎么还把水踢掉？不是梅饼，不是那个，一个是梅饼，还有一个是那个果脯，那个黄色的果脯。好的，好像是。然后我们先来猜词环节，然后你们猜词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做、这个、好不好？不能吃的道具、啊，拍摄道具，也、哦、是。成一排就行。然后这个热身环节是需要跟那个看直播的网友们的一个互动，然后每个人表演一个词，然后由直播的网友们来猜一下这个词是什么。就是大家那个没有笔画的人可以拿那个 iPad， 然后如果看到 iPad 我刷到正确的词，那这个词就可以过掉，就可以下一个人来表演。好，我们那个没有幕，没有弹幕吗？没有弹幕。那我们这有，没有评论，拿这个。嗯哼，来吧，第一个学一个，谁第一个来表演？啊，按顺序来，来吧，学哥，来。我跟镜头面前是吗？对。可以说话，但是不能说这个。这上面的三个字。上面的三个字，哦，黑的反义词，日的反义词，暗的反义词。我看看有没有亮。它有点延迟，应该我们要等一下，估计。那老师要不要努力的表演一下，用肢体来？这怎么表演啊？这个，你脸咋那么小？没有，你看你这里，我感觉脸比你多。我在后头，我在后头。看有没有？哎，有了，哎，出来了，哎，有了，有了。对了，这个叫谁？麻辣腻腻。对了。那我们第二个词是哪个老师来读？第二个，我吧。对，姐姐姐。啊，这有点难啊。这咋演啊？大家可以合作。今天的这个主题，五个字儿。今天的这个主题，哎呀，不行，说错了。哎呀，完了。哎呀，有了。那我们接下来真的是要比划了，就不要靠语言输出，传一下大家肢体动作。好。第三个词，毕老师上。四个字。就两个人对着
你可以邀请其他人跟你一起演绎。那谁跟我来？谁要上？我来吧，我来吧，来吧，来吧，就别。你人好好，还邀请我，一般抓一个走。来，一二三，走。这四个字，看没看太懂啊？好，四个字，我看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太软了。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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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真有了，真的有，真有了，而且猜出来的好多。好，下一个，殿下。哎，哎呀妈呀！你可以再给大家说几个字。要不这样吧，我感觉这个你可能也需要，我帮你拿着。其实不难的，九个字。九个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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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真是九个字。那个，你看我就知道。来啊！你绕他们从啊，开始绕着我，别踩。这样吧，我们往前一点，我往前一点。对对对，你们再别动就行了。好好好，走走好。走。好，你可以开始。对。你演我演呀，掐死我呀！应该有了吧？九个字哦，这太难了吧 ？No no no， 这个目前还没有。老公是什么东西啊？那、他们现在有延迟，才开始。啊！置你于死地。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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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哪呢？你管呢？有了。老鹰捉小鸡是什么鬼？九个字。哎，有了，有了，真有了，真有了，真有了。对了，对了，有。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好。这个啊，这个过，这个太难了，这个过，这个过了，这个真的过了，猜不到。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可以，可以。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正好都一起表演了。然后游戏环节是由那个左边的四位老师需要向你们的右侧转，嗯，然后那个，小唐需要看我们的词卡，好，然后就是依次来进行一个那个笔画的传递，然后由那个陈楚河老师来猜最终他笔画的词是什么。所以我现在要就是我也转过来是吗？对，就一个完之后再转过去看，对不对？对，一个接一个这样传递动作，然后我们会限时八分钟，几位老师只要答对三个题就算成功了。然后过程当中如果这个题太难的话。然后咱们可以就是喊过，但是只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好。然后小唐可以先看一下那边的磁卡，准备好五。小唐看完以后需要给那个摄像机。哪个是？这边。哎呦。iPad 可以放在一边。薅你头发。咋的？薅你头发。有啥提示？我觉得你。来，我们要计时啊！来，三二一，开始。有啥暗号？能说话吧？可以。不能说那些。热了。情绪要表演了，楚哥要表演。也有动作。我冷。他开始表演动作了是吧？我只记住动作了。干啥呢你们俩在？我交给后面的人了哈。好，可以转了是吧？嗯。就是我没猜出来啊，但是他动作我记住了，四个字。赵小桃，你是不是？情绪有情绪有动作，就是这样。然后四个字，情绪动作。我都能想到的那个配乐，但是我就想不起来这个事儿是个干嘛的。不不不，等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但我忘记。情绪动作这两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好啊，好。啥情绪？我给你来个啊。四个字，噔噔噔噔噔噔噔，为什么要加配乐？这个万一后面人记得住呢？情绪是什么？情绪是吧？就这个呗。情绪动作，等等，啥？没了。这啥呀？最后一个猜出来才算是吧？赵涛都得知道。最后一个猜出来就最后一个猜出来就算。楚哥，来。情绪有情绪，有更有动作啊！对吧？情绪是这样的，等等，这铁猜不出来，就这样，啥这样？眉头有点皱，不是眉头，眉头有点瘦，眉头紧锁，就是他比较不开心，然后就是不开心，眉头紧锁，然后脚是这样的，等等等。
为什么要做配乐？为什么要加这个配乐？这是你演的，当着面那个。其他三位老师可以帮忙吗？要不第一个四个字，对，没有灯的，灯灯灯的是，就他这是在干什么？嗯，然后嘴是撅着的，是吧？对，我的表情。前两个字是这样的，对，嗯，是一个动作，跺脚，啊，后面两个字就是比较，跺，就是咄逼人，不是？这个就对了，前两个字对了，嗯，才思小强，前两个字刚刚对了，你刚才讲的跺脚吗？刚才不是说跺脚，嗯，跺脚，嗯，跺脚，跺脚，然后跺脚，后两个字，后两个字是情绪，跺脚。嗯，刚才他是比较，跺脚嘟嘴，就杀手，杀手，杀手，一定是你了，杀手，一定是你了，放弃，我放弃，放弃。我们可以过到这个字，然后继续开始下一个字，过吧。哦，那我不占第一个了，要不他们又说我过去。我刚才我还以为什么接着奏乐接着舞是吧？什么？你这什么词？哎，那接着奏乐接着舞那个动作是什么？神态舒展。你这哪像生气啊？那个是。这不是一个神态。跺脚生气。不就这样吗？你都出来了。你接着奏乐接着舞。不是那是。那个是忘了，反正是这样的。对，反正。哎呦，乐死我了。哎。哦。来。换顺序了是吧？什么东西啊？老师需要给那个相机展示一下你的词，再往前一点。这么长吗？一句话。这第三个这个东西很抽象，你知道吗？你要是换一个词，我都能。哎，你在开场的时候几个字？四个字啊。哦，嗯，你的名字，然后。你在笼子。哦。好。你在笼子干嘛？那个四个字，我在开场的时候，你在开场上，莫是狗狗。哦，我不说是吧？不参是吧？然后啥？好了好了好了，他在开场的时候，不是你这几个字？四个字。哦。他在开场的时候就这样，你知道吧？我知道，但是我知道，但是四个是这个，就这样，就这样，没有配乐了，有什么配有配乐吗？没有，有什么样的配乐？没有情绪，没有配乐，也没有情绪，没有配乐，也没有动作，就这个动作，你确定要这样交给他？确定吗？我觉得是应该猜不出来的，对吧？没有配乐，没有动作，没有情绪，有动作吗？他开场的时候，好吧，那就这样了，我不觉得你有信心。在开场的时候，没有配乐，没有情绪，然后他就这样。有时候可能会这样，好不好？有时候可能会这样，四个字。我没有办法帮牛振帮到这里，因为什么叫开场的时候？他在开场的时候，他开场的时候，他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看剧本？你要说，他开场做了一件事情，上升狂魔。啊、有没有撸猫，前两个字是他的，就是为什么在指他，因为两个字就是他，景和撸猫，景和摸猫，没看剧本。看了他，你就是景和抚琴，景和他的那个景和摸雕是什么？这应该是第一集的十场还是九场、对，除了猫，再不看剧本也不用，也不能接近了，是吗？是不是接近了？除了猫还没，他是不是讲很接近了？狗，但是那个动词是一个比较，我形容不上来，因为他没有写字，他是一个用拼音拼出来的。K， 黑狗啊，景和，反正就是一个动作，可能时下比较流行，我不太懂。它不是摸，但是是动词，对，是个动词，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动词，是三个字母拼出来的一个拼音。撸撸撸，不是撸撸，是俩人都说三个了，三个。什么狗啊？什么 rock？ 真的是 rock？ 你是 rock？
对了。哇，我好聪明啊，还看不起谁呀、啊？没有，我哪有看不起？哦，对对，是啊，对是是。来，换一个吧，太缺了，好难啊，好难啊，好难啊！你是不是不知道 ra 是什么意思？完了，对我们狠狠啊！这是哪？这是哪 ？Rago。Rago。你们这么瑕疵，这很情绪。这是一个。吃这个。四个字啊。月黑风高的晚。然后就。四个字，什么东西啊？什么、啊？汗流浃背，补点维 C， 是吧？你咋演的？我说刚刚，你把你演加上点自己的，你演一遍，我加不了自己的啊！好，啊，出卡，来，四个字。嗯好像一只，好像他一开始撸的那一只，四个字，那只哈巴狗。什么？什么？汗流浃背。哎呦，那个，那是不是就赢了？我不用猜了呀。我忘了我的身份了。你还没给他。Sorry， 我给你比一下。但不一定对，但不一定对，也许他有他别别的。第一个，他就这样子。哎，不对，这是第三个，第二个这个。跑，这第二个，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嗨，我明白了。那第四个，那不就是汗流浃背吗？哦，我们的计时也到了，然后几位老师一共答对了两道题，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就是你们谁来比划，再选一个道题来猜吧。太难了这个东西。最后一道题，如果你们要是成功了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杀手线索了。你不如五个人都玩一次呢，你让他第一个比划，你后面肯定没一样的，一样的。不是，我们就是真的想看你自己比划能比划出来成啥。那我们再玩两题，好吧？好，再玩两题吧，都比划一次。我想想。该说不说，在最后一个确实有点无聊。好，出吧。是。五个字，记着吧。然后情绪是这样的，情绪是，哈哈哈哈哈哈，增加点。往下去啊，就这样，这是你最好的表演了。OK， 好，这是你最好的表演，上价值了。啥呀？哈哈哈哈啊！就没了。这是。哈哈哈哈！哦，很难。这是演了两遍吗？五个字是吗？对。什么东西啊？我也不知道，就这样子、啊。这边确实完全不对。这样，演吧。五个字，来吧，学一哥，接受审判了。我就想知道那个哈哈哈，就五个字，然后是然后哈哈哈，就完事儿。五个字，你应该给我配乐，嘟脸哈哈哈，嘟脸哈哈，五个字吗？也是啊，不应该吧？他就跟我这么演的，就是。你做一下，好好好好，要不你做一个原版，原版五个字啊，
几位老师需要面向上。来来来，冲！然后大家都看清楚了。我给你让开点。啊？啊？情绪是哈哈，你自己说情绪哈哈哈哈哈哈，情绪是哈哈哈哈。那这样来加这个加这个，来你讲你讲，加这个多脸，真棒，是啥呀？真棒，怎么了？他们俩自己玩也是这样，觉得猜不出来。多脸真棒，海浪，海浪，轰，海浪，轰，这不是我们这炸弹。我们先海啸，明天这个时间再来，他们还在猜。棒棒，你把这几个字顺一顺，然后总结成五个字。演的反正有点抽象，挺抽象的。嗯，都脸很棒。海浪，海浪，棒。不是，你不如你都脸很棒，海浪棒，都脸很不对啊。对啊，什么脸不这样？都脸吗？不在这儿、啊、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现在台上四位老师都知道答案了，就四位老师可以一起来给那个老师演。然后现在我们你们一起再比一次给你看哈、你先看下笔，你先看下笔，他已经知道答案。就是第一个是无脸，不是，是一个形容词。我这是哪儿？脸。嗯啊、脸也不太好形容，就是脸棒，形容对五个字。内容对了五个字，脸棒连着下来，脸蛋非常棒，有点类似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是一个形容词，意思，然后也是形容这个位置的，在我们圈常用。脸棒怎么了呢？嗯，瘦，窄，脸窄，谐音。他在翻译脸窄，翻译什么？什么什么窄？嗯，对，嗯，但是这个字的窄音，窄的脸窄，脖子窄。不是窄的谐音，窄在对脸在江山在，脸脸窄脖子我们再来最后一题，然后脸爆脸，最后你脸爆，你这个真的不知道你在猜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嘟脸就让对啊，脸爆江山，这个一定是江山在啊，最后一道题嘛，可以，主要是情绪是好，多开心呐！算一下，最后一道题，你是最后一道，你去猜啊！最后一道题，我们让那个看直播的网友们来猜，好不好？就是大家传递完了之后，让网友们来猜。啊，也行，谁先去表演？可以。第七道题是可以猜出来，不给网友是可以猜出来。你试一下，你试一下猜。我试一下猜。嗯。哦，那要换一个词，因为网友刚刚看到那个词了。哦，看到。给网友们发现。这个什么时候开打呀？第三轮游戏，这还没到。下一轮是吗？可以，哥哥，这可以啊。已经多久？后下一个 OK 了。小米，快到点吧。快到点。哦，可以，先几点？出啥？哎，现在7:30，还有半小时。我们玩几个游戏了？要去上班了。你不用上班。第二个字。我去，这是什么？接第二个字。这过完这几个？8:00。8:00吧。来，我给你留一个。哎呀妈！哎呀妈！纠缠。再来一遍，第一个字是什么？ Okay. 哦，我这三个字。第一个，我想先知道第一个字，哥，我会忘。对。哦。嗯。咱仨干啥？你俩刚才在聊下班吗？ OK， 你上班写什么？一天光想着下班。就是我必须要按照你这么演。默认写，你也可以有你的理解。算了，我按照你这么演，能，你也可以有你的。都开着呢。我们都开着呢。啊，完了。是这样的，三个字，第一个字。嗯，完了。啊？第一个字就是。吓我一跳。啊。第二个字。嗯。中。嗯，噜噜噜就是这个东西。噜噜噜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东西，噜噜噜，噜噜噜，就是
我前两个字大概猜到了，第三个字，这谁猜啊？第一共就三个字，对，我猜。好像是让观众，可是不其，其他表演还可以，嗯，对吧？蛮到位，对，三个字嘛，他表演还蛮到位，是对的。仔细想一下，第一个是这个，对，嗯，第二个是，对，对他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完全理解我意思，对对，爆，嗯，我觉得你理解可以，他不太理解，你觉得他的眼神，他可能没有做过这个动作，他充满睿智的，就是第一个一共三个字，嗯，第一个字是。第二个字是，第三个字是，可能，我知道了，他理解了，他理解了，我理解了，身上网友猜是吧？我看看，我看看他们有没有猜出来的。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其实这三个字总结为就是这么一个动作。最后一个，嗨，我知道了，三个字词儿，对，是不是三个字词儿？然后你还要演给那个观众朋友，观众让他们去猜，但其实观众们已经猜出来了。猜了，留言弹幕已经有正确答案了。对，已经有正确答案了。让老师来猜一下这个字吧。公主抱，对，是吧？对了，哎呀。你知道我刚才的误解在哪儿吗？他指我们三个的时候，我第一想到是男字儿，我没想到是公字儿。我第一遍的时候其实也懵了，后来他最后第二遍演了之后，我说啊，他们哪你们是说你们是公的，我们是公的，一样一样。几位老师可以落座了。然后因为就虽然我们限时是8分钟。然后大家已经超时了，但是我们答对了三道题，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发一个杀手的锦囊线索。哦，好，快告诉我们杀手姓什么就行了啊。大家都不一样姓吗？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能给线索了吗？杀手的？那个小囊线索在旁边，在哪？哦，在这儿。谁看啊？大家一起看。来吧，你们来看一下，谁是杀手？瞅眼，看看怎么事儿。两名杀手的生日没有重复数字，我们关系有这么好吗？还知道对方的生日？生日，我你们生日是哪天的？兄弟们，生日都是哪天的？不知道呀，没有重复的。我们来说一下吧。来，我4月2号，我1121，我7月6，我8月16。不是啊，那所有人都没有重复啊。嗯，我也没有重复啊。咱俩有重复，8月16就有六，所以我俩是平民吧？所以我们俩没问题啊。我俩平民吧？但有可能你跟别人有问题，不就是咱俩？对，有可能哦。什么就变成我跟别人有问题？怎么可能你跟别人有问题？没有啊。5月9，所以他们两个，对他们两个就意思就是他们俩不是就对，所以他有很多可能性。只能说我们俩没，我俩搭档，其实也没有啥，只能说不能是搭档，也可能其中有一个是，也可能其中一个不是，是，所以这个还是跟没给差不多。那我们拼尽全力玩什么游戏？哎，然后这锦囊还让我给拆了。行吧，行了，咱们这个已经结束了啊，咱们下一个是，好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日酷放饭的时间，又来给网友们发福利了。大家需要从现场准备的道具中挑选一样道具，完成一张拍立得，互相为对方拍照，然后送给网友们。道具为，要说吗？这个道具在旁边，好，就大家直接端上来就好。好沉呐！来，我来。哎呦，这什么玩意儿？什么泡泡机、电风扇？然后还有这是什么呀？干啥的？哎，你们，哎呦我的妈！龙年摆件等等等等，这什么东西？来，我们来。没事，这不是什么？这恭喜发财，这个也是。好。这是什么？你选啥？你要这个吗？有箱子的是吧？那个箱子需要什么？你选一个。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有点卡。我也不知道，我就拿这个吧，大家拿不一样的。我就用这个就行了，好看的肯定。大家可以互相。完了，都吃不了了。完了，这么好拍的。完了。哪个吃不了了？龙年大吉！哎呀呀！好，浪费一张相纸。哟，真是相纸。
有有。别这样，哥，带麦的。你不拍呀？你不拍呀？你不拍呀？让他们拍呗。我们每个人拍，我们可以自由组合，就是大家互相给对方。对，反正就是每人有一张就行。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扔一边，你先给他俩拍。行，来。什么？随意组合拍。你可以自己拍，也可以选择俩人一起拍。不是，是一个人一个人拍还是？都可以，就是五张照片就行。然后那个电扇是为了让你把头发吹起来的。是为了这个是吗？来，我知道什么意思了。风来。常武老师给个风啊，这呢也是氛围呗，还我来那个胖老师，对对对，来老师们好好吹一下，来我在这边吹，专业一点，你一次拍一个啊，他那个应该我在这吹会很小，多两个吹不到，我们爸，对对，帮吹帮吹，来再这个氛围感，好，我已经过了，来下一位，下一位去景点那儿，下一位来拿着景点给那个什么景点吹个氛围感，怎么感觉像景点收费的景点是。一张多少钱？一张五块。哎呀呀呀！咱们良心价。哦天哪，好美哦！来，风来，老师，风再大一点。一二，别眨眼。三。好，下一位。真美。下你们来。下一位。那我帮你们。我帮你们。来。给我拍美点哈。你来，拿这个。对，我来拿。然后给你吃泡泡。我要拿。他最爱哪？按哪里？按哪？这按这是？对，这就按就三的，一二，说明这张就最好。你要恭喜发财啊！啊，对呀，发泡泡表美吗？什么？我给他弄泡泡，我给他弄泡泡。这不是有道具老师？我给他弄泡泡，来。他头发不行，你在搞他吗？道具老师怎么？你在弄呢？刚才想他头发飘逸一点。好，来 ，OK， 可以。下一位，下一位，我们这样最好，真的。哪样最好？我拍出来绝对是。拍出来是糊的。我每天都爱拍，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拍三张。真的吗？这刚刚那张是不是？对，就是我在练习啊。我笑死了。发现吗？来，这个。你要吹风吗？我不用吹风了，你也吹不动我呀。来，给大家泡泡吧。哎，你们不能在那。对，你们不要动哈，没事，越能越过。来泡泡。给那个泡泡，对，在这边给，这边给泡泡。好 ，OK，Yes。OK，OK， 专业。来，你来，我们。哎呀妈呀！你要什么泡还是要泡泡？我不太会拍，要少女感的。从什么样子？我跟草莓一起。我应该是这里面最不会拍照。你想要什么位置的泡？就从这边对。等会儿啊，我从这边。看不到泡泡哎。对，看不太到。来，三二一 ，OK。哟，小心。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没纸了呢。哇，够了是吗？哇，太少女了。好，还有谁？其实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拍一张。哎，可以，对不对？但然后在泡泡里面，待会儿有人帮我们拍。哦，后面有大合影，后面有呀。行，那最后合影。是真的拍的是可以的吗？这是不是曝光了已经？没有，他一会儿还没那个呢。真的吗？散一下。我看一下。哎，你别说，给我拍这张是挺好看的，就是还没出来呢，但是蛮美的。可以。头发怎么了？这是。然后小狼需要那个截屏数码，谢谢王。好吃吗？哦，截屏，来，截个屏，各位，谁来截一下？那玩意儿咋截？双击正。哦哦。两下就行。三二一。话没吃吗？嗯。不对，还没说截屏口号呢，你就这么快截屏，我就说不对劲儿。来，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截屏口号是什么？是，就来预约春花宴。啊，还是刚刚那个是吧？行，刚刚一样。来优酷预约春。来优酷预约春花宴。好，已经有人在刷了。行，那我准备开始截屏了。嗯。三，二，一。OK， 好。需要念一下五个 ID。五个吗？对，刚刚五张照片。我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第一个这是什么？从上面是下面，你先来吧。第一个。从这儿，应该是从这儿。因为我看他是往下来的哦，小诺，你
腻啊。嗯。认错字了。嗯、小腻13490。嗯。然后还有一个叫，酷有非常少数的蜜雪莉亚君，这个名儿啊挺厉害，恭喜啊、然后下一位是crush 杠一二啊，然后下一个这是第五个了吧，第三个还有两个靠身上啊啊好这个蜡笔小新俊俊恭喜，然后还有一位是 online 小十二横杠 YKSTAR 恭喜。好，那我们帮这以上几位网友就可以获得几位老师的签名照了。好，那我们现在要签吗？等直播结束后再签都可以。好，我们直接进入第三个游戏吧。OK。行，那我们就到第三个游戏了、嗯、等一下啊，让我们谨言姐为我们说出第三个游戏、嗯、春花令接那个接歌挑战，春花令接歌挑战挑战虽然福利继续回到我们的游戏环节，友情提示下杀手们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任务了，隐藏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话要赶紧抓紧时间了，下面游戏的名字叫做春花令接歌挑战，这次我们要开启个人战了，游戏规则，前方摆有抢答器，大家需要根据导演随机出题，五秒内唱出带有春花宴这三个字的歌曲，可以唱谐音字、啊、成功唱出则积分一分，超时或者是未唱出则不积分，当有两人累积分到五分后游戏结束，其余为达到五分的三个人需要接受惩罚。嗯，我们一起到台前站成两个竖排，每次最前面的两个人自动 PK， 积分成功的人可以拿小锤子打一下对方。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最后一轮游戏吧。好，大家可以移步台前。又去台前了。好冷，听懂了吗？没有，没有。接歌嘛。接歌嘛。带春字儿、花字儿，春字、花字、燕字都可以。你这硬，谁也可以。这好吃，你这太硬了。你掰一会儿，我不要。嗯，但那个姐姐站在前面，然后那个是一个站，好，就是你们两个，然后后面就一期间是这个就是摁，这干嘛呢？这按完干啥呢？我会按。咱们可以试一轮啊，我先按了。哦哦哦，发个滴滴滴。哇。等我从那边。你要站这里是？嗯。你们三个要一排是？随便嘛。我是跟谁？哦。他是二打二嘛。没有没有，挺快的，我这灯都亮了，就三打二。我这二号台。你这二号台啊？我是一号台。现在三打。哦，我没明白，我也没明白。三个人一队，两个人一队。那不对，应该有一个人会多次。都可以是吧？唱啥都行。所以我在看你们谁要跟谁在一队，我就去那一队。对对对，花字就是我说到哪个字就要唱哪个字，然后你提是吗？对，等到后最后你们来。那后面那我们干脆站在这边看他们两个人打互打就好。对呀，排队了，加油，排队啊，要排队啊。来，咱准备了啊，我接下来要唱。你要跟谁？你要去？那不然你们女生一队好了。当然啊，对，你们女生一队好。好了，还没开始呢，好了好了，想好了。老他们在干嘛？等我重新复位一下我们的唱台。没打开那个机器，要重新弄。这么想唱歌？真的，就等这个环节呢。确定吗？我们放在桌子上，等了一晚上。然后接下来要唱带有花字的歌，请二号台回答。谁是二号杀手？我杀手。春天花会开，春花都有了。哎，我这是不是应该积两分？春花都有了，你有备而来吧。能一把锤子放在桌子上，先一分。等一下，我说还要打他一下。第二次还是唱这首歌？我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我已经没有歌了。然后就要下一个机会了。你不会不能唱了呗？没有唱歌吗？我是唱歌，但是可以啊，谁都能唱了。没有，你赢了，你赢了，我们可以帮你想，我们是一队的，我们可以帮你想。
春花艳三字都。那个游戏老师积一分，然后我们率先有两个人积到五分，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游戏要继续。所以我们就要到后面是吗？哦，不是，然后补位补到下面。你来。啊，他输了就他要下。两个人一起下。你俩都下，那你俩来，没事，不行，你俩来，不能站在上面唱吗？所以要怎样？他想一直唱。现在我会说需要唱带。你到 KTV 要帮我想啊，我们是一对的哦，我们是一对，要帮我想。各自为战了。没有没有，我不行，那我肯定想不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唱带我春字的歌，三二一，春好难。哎，你唱。唱啊。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当里个啷个啷里。打想打哪？然后那个你继续，我又可以唱了。对，可是燕呢是有啥呀？燕。然后我们接下来，接下来要唱带有花字的歌，三二一，开始。请二号才回答。怎么也逃不出花花的世界。OK， 然后那个音乐老师记分。快点呗，又是我。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唱带有燕子的歌。哎，燕是吧？嗯、小燕子。然后两位老师需要把胡子放在前面。对。我就知道你。然后接下来要唱带有花字的歌。栀子花开呀开，栀子，我可以打吧？打。来，恭喜你们练习积分，然后我们下一轮。换人。接下来要唱带有春字的歌。加油。如果哎，春五四三二，春天在那里呀？唱过了。谁唱的？啊，没唱过呀，这个歌啊。哎，我怎么就有唱过了这歌？接下来要唱带有燕子的歌。请二号才回答。这么快啊？唱。你是我的眼。哦，谐音也可以。估计谐音老师又得一分。我们几分？还没有五分吗？我们下一轮。没有，一共是有备而来。有备而来。这现抢吗？接下来要唱带有花字的歌。哦，还没开始，没事。来，接下来要唱带有花字的歌。还有啥歌呀？你不是唱吗？我还没唱呢。春，你唱。给你一次机会。不用。春，你一点都不会。我舍不得打你。春，有点油腻。春天花会开。唱过了，唱过了。这个再唱过了，所以不能积分。就憋着打我，唱过的歌也再唱一遍。接下来要唱带有春字的歌。嗯，还没刷呢。可以了，可以。啊，春。请一号才回答。在想是吗？春啥呀？吴老师。春。五、四、三、二。春啥呀？一。我也想不起来了，春。下一首了。哦。就是这个，就是谁也不惩罚，就是积不着分也可以这样，是吧？就是需要那个率先积到五分的两个人会获得惩罚线索。嗯，等会儿然后其他三个人是要接受惩罚的。春。所以那我们现在新的一轮，我能打吗？接下来要唱带有燕子的歌。哎，打。那不。啊？不是，这发过了呀？燕了，现在燕、啊。我们过了。请二号。燕呢？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同一首歌是可以的吗？同一首歌是同一句话，但是不一样的段落呀。好，那算那个冰子老师记。耶！你们仨一比，来解裤腰的方式。你看，他的锤子都不想拿下去。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带有花字的歌。花？什么？春吗？花花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恭喜刘星老师第一次。然后下一轮春有啥呀？接下来需要唱春还有啥？带有春字的歌。又碰到春了，春又碰到春了。我几分了？春，我四分了吧？哎呦，还有一轮了。春，你是不是看题了？春，
唱歌这种东西。嗯，春啥呀？提示一下呀。春，春的泥土里滋养了。你可以跟我讲，是一对的。滋养了大地。答答答，算硬了吧？可以，可以姐，你看，合作合作多好。我也没歌了，我感觉我也没歌了。嗯，接下来要唱带有燕子的歌。燕，我想想，燕燕燕一夕春风来，你知道这首歌吗？演哦，你是我的演。哎，重复了，唱了。哦，演那个演。孙老师回答。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跑调了算吗？我在找调。哦，恭喜孙老师得一分。OK， 好。但没听出啥歌。看来我要先胜出了。什么？看来我要先胜出了。来，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带有花朵的歌。你怎么按这么快？五秒啊，一、二、三。二月来，没有。桃花红，剧透了呢，是吧？也算歌。大家没听过这歌不算。哎，没事儿。那孙老师，你再说就剧透了。好，那恭喜刘旭老师率先积到五分，然后其他四位老师继续，然后还继续呢。我们已经没歌了。直到第二位积到五分的这个游戏，要不我们换换别的词呢？行，来，咱们下一轮谁先来？我们换个别的词。你们俩，你们俩几分啊？不知道，都现在二杠二，都几分啊？能不能，反正也赢了。乐琴三分，那个乐琴是三分，然后洛梅是两分，然后梅林是两分。咱俩挣两分，你没有分儿，我没有分，没有分。老师加油！来，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我平民，我接受惩罚。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是带有雨字的歌，雨。请一号台回答。雨一直下，这啥？雨，气氛不太容易。手慢了。雨。雨爱的秘密。我们再来一次吧，因为刚刚是不小心我抢到，那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啊！哎，来，接下来要唱带有雪字的歌，三二一，开始。我慢慢的听，啥都是，是楼下的声音。不行，吴谨言老师得一分，对了吧？然后继续。啥楼下？接下来要唱都忘了。接下来要唱带有爱字的歌。我亮了吗？你，我爱你，爱着你，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你这个都，你这个都是一点不会唱别人的提醒。然后接下来要唱带有春字的歌。啊？又是回到春了。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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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哪首歌有纯纯纯纯纯什么歌有清纯纯纯真的没有纯真那我们再换一个词吧好吧来接下来要唱带有红字的歌啥红字红摇晃的红酒杯哒哒哒哒哒哒哒 OK你五分啊！你这样就显得我们俩刚才那种对打很粗鲁。哎，没关系了，不重要。人家都来，我们接下来要唱带有白字的歌。请一号台回答。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难道不是？恭喜小唐积分，然后再下一个。我这还有。你积几分了？我也不知道。那个，这什么歌？乐琴现在是四分，然后洛梅是三分，梅林也是三分，玄也是一分。没人知道，就说明有这首。我们接下来要唱带有黑字的歌。黑黑风梅。这是喜字啊。黑发音都有些谐音也行。谐音也算吗？嘿呦嘿嘿。有没有友谊？有没有友谊？好不容易找出来一个字儿，然后重新抢。算吧。来，来，接下来还是要唱出带有黑字的歌。还是我。嗯。
天天黑，你赢了，你赢了，打吧。现在还有谁了？分不够，一共赢三个是吧？要下去那个月琴和洛梅现在是四分，然后已经到了三点，三点是吧？你已经要没有一个对的。你四分了吗？四分。好，那三点。不好意思，我们刚刚统计错了，是月琴和梅林是四分。那我是三分，洛梅是三分，哥是一分。好，来，接下来要唱带有爱字的歌。要吗？有想法吗？爱情三十六计。你还说我跑调呢？那你还是没机会啊。我跑，我没碰。他们两个那个，哦，他们俩决胜局是不是都是四了？我们是四，没事，他们只能赢出来一个。现在，我还有机会。我们要唱带有数字的歌。机会，海星哥。我还有机会，他们俩这么快？先想吗？先按了吗？我啊，五、四、三、二、一。带数字的有啥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再来一个，再来唱带有颜色的歌。白天到黑夜什么？是吧？我忘了。五、四、三、二、一。红橙黄绿蓝。全颜色，把粉全上了是吧？全颜色。这边老师第二个击到五分，然后我们的游戏就结束了。然后三位那个失败的那个老师们就可以先回去坐着，就回到座位上，然后赢的两个人就可以获得一次锦囊线索。两个人再拿锦囊线索。谁是杀手？我们来看完了就谁是杀手？你是？肯定是不是？是你吧？不，绝对不是，不可能是你，不可能是我，就很奇怪。你是两名杀手的，两名姓两名杀手的两名杀手的性别是相同的，性别是相同的。哎，他们俩男的肯定是你们仨其中两位，你们俩女的不是这个有点明显啊？明显啥呀？谁呀？谁呀？你看我们性别是相同的，啊、我们是这个。三个男生，两个女生，那只可能在你们仨中。但你们仨之中啊，肯定是你们仨其中一个。那要这么说的话，你们俩呀？什么俩？啊，我和太子。要么就是你们俩，要么就是你们俩。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我知道我啥呀？我也知道我是，不是你肯定是了。我为什么是、啊？等下我们会有一个复盘的环节。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先进行惩罚环节吧。不然他赢成了三位。OK， 老师需要接受惩罚。惩罚环节，请在盒子中抽出写有不同情绪状态的词汇，并用对应情绪演绎剧中的一句名台词。好，哪里啊？下面老师需要抽一下状态词。哦，这里是吧？我们仨惩罚呀。对，来。抽一下，快看。好，谢谢。哎，哦，没了，没了。但我想看一下这是啥，惊喜，剩了一个。是吗？撒娇。不是，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演啊。哎呦妈呀！颠公颠婆是啥呀？那你不用演，你就已经是了，自己能说。是。真的，我在你们心里是这样的，哥哥们。戏里不是这样，你生活中哦是吗？那哪位老师来先接受惩罚？让我们先看楚河大哥打个样。不是，然后呢，有情绪，然后我们要说台词，说什么台词？但我们现在没有台词啊。剧中的名台词。对，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台词是什么。小唐，你那个架子上面我们有提供一些台词，可以分给大家。旁边的架子哦。玄烈的台词，景和的不用哈，梅林的。这个来一个。这是你的。玄烈的，大概怎么呢？你们还好没领到这个，这个我都没明白啥意思。窝囊废。窝囊废文学语调是啥意思？就是像个窝囊废一样。啊、
那这个呢，要不你要不也来一个吧？我不来了吧？来都来了，我来啥呀？我也没输，是吧？好容易赢一回，大哥先打个样吧。万事朝，大哥先打个样吧。哥来打个样吧。他抽的是撒娇。让大哥撒娇，真的是有点为难大哥了。说实话，而且我台词还是对你说的。对谁说？对景和说的。对景和说，因为我对你的，就一直都在撒娇了，跟戏里面是一样的。对，所以我们是要对那个角色吗？可以、啊。哎，我觉得可以，我也挺想看的。行，我的词是，旁的事大哥都替你担了，但不许涉及危害江山社稷。好，撒娇的时候，你教一个，撒娇，来，让我们 看你俩的浇花成楚河。有，你就坐着，你不要尴尬。我给你俩留空间，好吧？我观看一下。旁的事，大哥都替你担了，但不许危害江山社稷。我报警，我要报警，给你抓起来。你好像要毒死他。大郎吃药了，该谁了？景燕姐，我的惊喜的说，惊喜的说，给你吧，给你。怎么全找我呀？我不是赢了吗？你这个没办法，这全都是给你的词儿。看来要你的命不少啊，但你必须死在我的手里。我是惊喜的说。哇！说你哇！看来要你的命不少呀。啊！但你必须死在我的手里哦。惊喜吗？KPI 完成了吧？可以可以可以。颠公颠婆的了是吗？我的也是你哥啊，加油！来，他是真的赢了吗？主要是都是跟你说的话吗？就那个，咱俩给刀那个，老规矩，赢了。我不知道，别找我。过来配合我一下。我不想配合。我看给你个啥呀？给你个橘子吧。我让开吧，要不？你在这儿吧，别尴尬。怎么才像颠公颠婆？你看呀。说实话，明知道不该看，但是我还是蛮想看的。快来，老规矩，赢了就是你的，像不像电工电婆啊？不像。那得怎么样？你演一个我看看。我演不了，我又没输。那我这个算了吧，算过了吧。那个、什么是电工电婆？我不知道。就你自己平常什么样？我平常不就这样吗？就很正常，我这个样子。你刚才有点收着了。你再点一点，不行了，就这样吧，不能让大家看到我那个不好的一面。我先收回来，你们无所谓了，观众不行。好，然后我们三轮游戏结束了，我们现在要复盘，对吧？开始复盘了，大家有三分钟集体讨论时间，三分钟后我们要商量出两名杀手的名单。再次提醒，必须成功揪出所有杀手。哎呦。平民才能取得胜利。下面请导演公布一下杀手是否完成了隐藏任务。杀手没有完成隐藏任务。你看，说明这两个杀手也不是很聪明。没有完成啊。那我们能知道他的隐藏任务是什么吗？就你们现在可以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可以复盘一下，觉得有可能谁是这个两个杀手。刘学义啊，这还用猜？肯定一个是他。怎么可能是我？剩下一个就是大那个楚河哥和那个毕文俊里面，你们两个二选一。要么就是你们俩，要么就是他们俩。别把自己摘那么干净。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呀，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啊。对啊，所以我的视角里面，要不就是你们俩，要不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奇怪。我哪奇怪了？我又，你从刚才第一轮的那个题答的，你就非常的放水。不是不是，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你们呢？你们觉得呢？我说我是平民。你是什么玩意儿？平民。你说的话那么没有底气了，要哭了。平民啊，就很躺平。平民，我觉得是大哥和文俊吧。为什么你我暂时信仰。什么原因？你我觉得你确实也是逃，有点逃不了干系。我为啥又逃不了干系？不知道，就是感觉你散发出一种杀手的气味。隐藏任务啊，都没有完成，杀手们。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楚河哥今天也挺奇怪的，一直就是
憋在那里，然后要不然一会儿自己憋一会儿，要不然一会儿就特别热情，对不对？你是杀手吧，太子？啊、用你的无不要用这个无辜的双眼看着 我真的不是、啊。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呢？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啊 ？No。要不我们我觉得应该是你跟你们两个女生了。为什么？看衣服就知道了，还特别穿一样，平常都穿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你刚那个，你感觉你很讲话很虚。我真的我有怀疑过他们两个。我是唱歌唱的。我真的有怀疑过他们两个，但是因为学姐的个性本来就这样，她讲话本来会虚虚实实，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每个人投个票，好不好？好，嗯。然后每个人说一下你自己心中的答案，两个杀手是谁？我想投三个人行吗？可以。他们仨男的都不是，都不行，都是都有嫌疑。我跟你讲。那薛老师觉得谁是？我觉得他们俩女孩子吧。对，那首先我的推测就是他，因为一开始第一轮小唐的那个就是大家很一致的那个，他其实是最跟我们唱反调的。对，然后。你包括好多细节，你比方说那什么那个什么景和撸狗啊，他们明明知道肯定就知道是狗，他非要说是猫。哥，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真不知道是狗？在第一集的第十场，不是你就算不看剧本前十场应该也看了，是你肯定是故意的。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刚才景言说话特别虚，我是拼命，我真是拼命啊，觉得我都信你，你没信我，是这样。那景言老师觉得是哪两个人是杀手？嗯，月那个杀谁来着？啊，叫谁来着？票，你要杀谁？要杀谁是吧？杀谁？要杀谁？文俊和楚哥。嗯，然后那文俊觉得谁是杀手？我是说为什么？我以为我是平民，然后说两个性别是一样的，小唐应该也不是，你应该是平民身份。我信你还信你呢？现在就他俩。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是觉得是你俩有问题了。你铁了，你铁了啊！你铁了，你在我心中已经坐实了、啊、这个。那我们最后陈楚河老师再说一下，你心中的两个杀手是谁？我真的觉得不好猜。我觉得如果有在看的观众，应该也会觉得很难猜，因为我不是。所以说他们这两对男女正好都一个比较活泼，一个又不太说话。对，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女生，但是呢，我现在要反转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两个男生。嗯，好，我觉得应该是两个男生。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揭晓正确的答案了。然后怎么不让我说呢？小唐来，把我放在哪里、啊、？MC 没有说话的权利。好，由我们小唐来揭晓。我现在啊，本来我觉得是毕文俊和刘学义他们俩挂那个不是那更大一点。就是身份更铁一点，但我现在陈楚河，我觉得他是最铁的那个。为什么？他到最后，他前面一言不发，他到最后他跳出来反转，对吧？他先说两个女孩，然后他现在又反转两个男孩，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自己摘出去。你嫌疑非常大，你不用憋嘴，你已经暴露了，就是陈楚河和毕文俊他们俩。嗯，然后那小狼可以 Q 一下，让沙好站起来。哦，这就直接让他们站了、嗯、来吧，杀手请起立，是不是？快点了，快点儿，杀手起来吧。这是你们天啊，这两个坏心眼子的家伙，这么久。但是我们刚才那个隐藏任务我们都做掉了。做了，都已经做掉了。我们都已经做了，是你们没有看到。对，但是我们都已经做了，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非常精湛的。两位老师可以说一下你们的隐藏任务是什么，给大家揭晓一下。我的任务是那个，我说出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另外一个杀手就跟着跳舞。嗯，谁你跳了、啊、他跳了吗？你们在前面在你们第一趴嗨的时候我俩就沟通上了、嗯、我就已经我说哎这个动作是接着奏乐接着舞吧，然后我就说接着奏乐接着舞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跳了一下，对，我就瞎动了一下。真脏，要玩儿你们这手段。那毕文俊老师的隐藏任务是什么？我隐藏任务是比心。我比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让我选那个优酷的那个比心的那个吗？那么坚持是吧？对，就是因为它是个比心的，我可以很自然的把比心做出来。对，而且他也让我比了。刚才我们俩在拿那个锦囊的时候，拿锦囊的时候我就一直比着心看着锦囊。对，我在前面说，我说比心，比心。那
其实真的猜对的就是你猜对了吗？姐姐，太子你猜对了，我只猜对了文俊，陈楚河，我也只猜对了毕文俊，楚河哥对了，太子对了。我就不应该最后跳他，我就不该信他，被这个心眼子给骗了，真的全是心眼儿。所以我们的结局反转了，因为两位杀手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隐藏任务。那然后刚刚三位老师又没有猜出来，所以这一轮我们就清澈杀手胜利。愚蠢的眼睛，天啊！我三个平民，两个杀手，还得做了隐藏任务，咱平民真的够次的了。然后那我们下面就要接受最终极的惩罚环节了。好，然后三位平民需要接受惩罚。哎，惩罚的道具在右侧。什么？我猜中，我还要接受惩罚？我猜中了、欸。但是你没有把另外两个老师，你没有说服另外两个人，对，最后没有统一意见。哦，我要说服他。对，到最后都投我俩。这很变态，这个惩罚。什么？其中两个我体验过，一个酸梅精，还有一个这个怪味豆，真的非常恶心，那个味道。就是你吃完了之后，你旁边的人都能闻到你嘴里那个恶心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个汤是什么汤？就是怪味豆和那个。不是，还有一个汤在这边。那个汤挺好吃的，我给收起来了。哦，那个汤是不要的吗？我以为你给吃了。来吧，那我们坐在哪里惩罚？就在桌子上坐着。哎，这是那个酸酸汤。我们分开还是？我们俩吃一个吧。我们仨先凑一块，还是说就分开？你俩吃个这个酸酸糖吧。你们要什么？来，大哥，你先选。酸溜的。我两个都没吃过。你选一个。我酸梅精很酸，我可以两个一起吃吗？那你太猛了，来吧，来吧，大哥，你这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要不说是大哥，但是我希望我们平民在鼓励我们，都可以一起陪我。谁呀、啊？我们都可以一起陪我。所有人是吧？对。我也觉得可以，有平民，对，不是平民，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你说的是平民组。耶。这什么？这酸梅精？对，这个是尖叫精，用勺子。拿勺子。尖叫精，就是你吃完了你会尖叫，很变态，非常酸。我们挑一个就可以，对吧？我看网上有人吃过，他想让我们一起吃。我没吃过，一人而异吧，我觉得。嗯，我那我这个是臭臭臭臭。哦、很变态，那我要展现绅士风度，让女士优先嘛？哎，不用了，这个时候不用这么占着。这个时候不要，是你的，啊、我还是你的，这挺漂亮的、啊。那你吃吗？你先吃哪个？吃到那个？你吃过是？我没吃过，我已经闻到了。有的很好吗？有的很好吃，有的巨难吃。好像有点牛肉的味道，猪肝什么的。你要吃那个酸梅精吗？你建议先吃什么？我建议先吃这个吧，反正都不咋好吃。但你吃完那个你会麻痹。这样好，我们在戏里面有一个那个属于我们的动作，我们把它重现一下，好不好？打个肚子啊！哦、oh, ，我们浇杯豆啊！对，我们来浇杯豆。太变态了，喝那个酒。来来来，快！你选一个，我告诉你，选这个。你要我们吃到巧克力味，我选的是要给你吃的，谢谢。浇杯自己吃自己的，你忘了？哦，对对对，怎么回事啊？我忘了，真不好意思。啊、那个，所以老师可以看一下他那后面这个巨变糖的袋子后面写的那个巨变态，那个就给你吃了，你就拿。不是这个我吃了会吐的。这样，你们帮我选，来，雪颖帮我选一颗。那袋儿呢？文俊，你妈选一颗。哎，我自己选。雪颖帮我选一个。我瞅这个颜色很顶啊。他帮你选，他帮你选，他帮你选。啊，不行吗？好臭啊！你再换一个。你换那就啊，那别了吧，我给他换蓝的。行，蓝的，看起来挺漂亮。蓝的，小啥？他吃蓝的哦，我吃粉红色的哦。来来来。他俩又拜把子。哇。这蓝的也不好吃吗？我知道我这什么味儿的，我这个是那个刷碗精的味儿。哦，你还给人家闻？还可以。你啥味儿啊？我是呕吐味儿，有人要闻吗？吴老师，我想闻一下。你就躲得掉吗？不是只选一个吗？这两个当中选一个，你选那个。我吃哪个？你吃个咖啡色的。我选一个吧。嗯。酸梅精吗？你试试看。选酸梅精啊？选酸梅精。你喜欢吃酸的是吗？你试试看。我想尝尝这个。你想尝尝这个吗？我尝尝这个吧，还是。你大哥，你要不要试试酸梅精？我不是，你试一个吧。我试个这个吧。这么多可以吗？我陪你吃。可以。我们两个陪你，我们明明组。我陪你，别老站上我。站上来。你也是，你也别那么坏呗。我们明明组，我们陪你。咱仨一块吃。
咱一块吃。你们太小气了吧？一起好不好？太小气，一起。不是不是，我俩先喂他们，把这个吃了。我俩把这个吃了。不吃不吃，完了。象征我们的友情，不要走，来，象征这台象征我们的友情，合作愉快。我不是赢了吗？你这一来来来，咱仨吃吧。味觉的，咱仨吃吧。会失去味觉。你少一点，变态。你少一点，您可以休息吗？可以。来。我，好，来吧，三、二、一，喝，怎么还看别人？好像面刚才瞎了，感觉。我们桌子前面有放纸巾。啊，还可以，没有。你就没怎么吃，你快都吃进去。你怎么？你俩尝真的还可以、啊，还可以、啊啊。你多吃点。你试试嘛。我看楚河哥都已经这样了。他太大坨了。我头套万变。好，那我们所有老师就可以坐好，然后最后给我们来聊一聊我们那个，给网友们来分享一些预约的福利吧。不咋好吃，太酸了。预约福利来了，就几位老师分别定一下预约满100万和预约满200万的福利是那个。哎，我尝一下了。好。哎，都给你，来，上勺子，都给你，可以来说一下自己预约满100万和200万的福利 flag， 就是我们随便给建议每人的勺吗？啊，那个吧，他沾一点啊，太少了，没感觉，多吃一点，对，这样没感觉，尝都尝了，咱们就整把大的，还可以吧？眼睛眨两下而已，我很能吃酸，但这也不太行，这就是那种工业酸感觉，像。好，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来啊，那个咱们呢，就是很多人已经开始预约我们的春花宴了。那我们就是比如说会有20万、50万、100万、200万，然后咱们都有一个相应的福利给大家解锁。这样预约到100万和200万，然后什么？100万的福利和200万的福利，每个人都要给吗？对。哦，100万和200万的福利，那要预约到100万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想给的吧？就比如说，比如说，酸梅精呢？一盒，吃一盒酸梅精送大家，吃一瓶，我们亲自喂，喂那100万是吧？我们有定好的吗？就是您刚刚说的。想一想哈，100万，这样要不预约100万，然后我们官微发布全员 vlog 或者全员连线直播，好不好？好，哎，可以，可以，好。然后预约200万的话，每个人想一个各自的 flag。行 ，flag 是吧？嗯。flag 就是我要做到什么？嗯。好，那我想好了。嗯，你说。我鉴于之前我一分钟挑战吃火锅没有成功，所以我这次再来个挑战一分钟之内吃火锅。啊，吃多少火锅呀？很多。很多是多少？非常多。有什么？是多到一分钟可能吃不下，但我这次争取一分钟。你上次为啥没有吃成功？吃的太优雅了。一分钟吃火锅，那我怎样？这不是奖励吗？算是惩罚。对自己的奖励是吗？还有惩罚。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嘛。一分钟吃烧烤吧。那吴静言老师呢？啊，一分钟吃烧烤。我干啥呢？要不发个跳舞的视频，因为刚刚不是有人没有看过你跳舞吗？是吧？没有看过我跳舞。嗯。哦，你说我戏里跳舞的视频啊？还是我单独跳舞？如果要是预约200万，你要不发一段你跳舞的视频？好呀，可以，可以啊。跳什么舞都可以。好，跳舞视频。大平照我手势舞吧，简单一点。跳皮带舞啊，跳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什么，那个好帅呀、啊、那个电工电婆。你跳那个吗？你的粉丝肯定想看皮带舞。那我先听听楚河哥要干嘛。帮伴舞，就皮带舞的话，我负责帮他抽皮带。
人家要自己抽，你抽就也行啊，可以。那我那个我那个姐姐在那边跳，我在后面把她，你得我把她举起来转，我不要举，丢出去，你得。咱们说的是挑战，不是极限挑战吗？说的是对你的挑战，不是对我的惩罚。我现在想不到，我现在想不到。你得有一个给你粉丝，比如说福利。那要不你也跳一段皮带舞？对，我会研究一下什么皮带舞。你没看过是吗？没看过。那行，你研究一下。如果要是觉得可以，你就发个微博给大家说一声，行，我也跳这个。那我的话就，也跳舞。终于到你了，皮带。也跳舞。我不跳舞了，我就当皮带。我给他们伴奏。不行不行，我想想我干嘛。我跳手势舞吧。你给别人都为难完了，自己来了。其实就是他把我那个抢走了，我说给人家换一个。然后接下来大家 flag 都已经立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先在那个直播间去抽一个网友来送一下我们的合体签名照，好不好？好，就是等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一起拍一个五人的大合影。然后大家可以让那个网友们来刷弹幕，然后倒数截屏。来，交给你，截屏哥。截屏啊？对，刷弹幕。好，各位，就是现在有一张集体大签名的签名照，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主演都会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送给大家做福利。我们现在呢还是跟刚刚一样发送优酷预约春花宴，对吧？然后现在呢我们3、2、1开始截屏。你看有了来优酷预约春花宴是吧？嗯，好，有了呀。3、2、1、只抽一个人对吧？抽几个人？一个。抽一个人。 OK， 你选一个嘛，哪个名字你觉得最有演员？就是不是最新的这个吗？发的最快的，最离得接近的这个。也行，那就他吧。就是恭喜这位叫下雨天有谁想你，这名字很优雅啊，恭喜恭喜。然后刚刚念到 ID 的网友就可以获得一个五人的签名大合照，然后那个我们还会有两张签名照的机会，然后大家需要去关注优酷娱乐的官微，然后具体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下面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春花宴的扇子，大家可以拿一下。大家把这个打开，然后上面那个是有顺序的，就是大家可以预约春花宴。怎么反了？哎，我是预约春花宴。我是花儿。好。然后几位老师来分别给我们推荐一下这部戏。刘学义老师先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诚意满满的作品，然后我们历时4个月非常辛苦的紧锣密鼓的拍摄中，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姐春花宴剧情很好看，然后我们的妆造也很好看，场景也很好看，感情很好看，打戏很好看，所有演员都好看，然后是一部好看的联赛江山赛电视剧。刚才说了那么多好看，那我总结用东北话来说就是嘎嘎好看。嘎嘎好看。嘎嘎好看。楚河哥，我先讲吗？对，我觉得我们这部戏那个大家都很用心，然后演员也都非常优秀。对，因为我跟学艺第二次合作嘛，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位非常敬业的艺人。对，而且在现场总是会让大家氛围非常好。然后景言的话，他我觉得他非常敬业，有时候看他很冷的时候，一些什么空拍机啊或什么，甚至穿衣服穿少他都没有说什么。对，其他两位也非常棒，我跟小 B 哥是同学，是吧？我们一起上礼仪课啊。对对对对对对，今天还没有。对今天还是这个。然后小唐也非常的敬业，打我巴掌打得非常用力，是我认识最勇敢的女人。对，所以这是一部原著精彩，然后但改编起来，更厉害、更精彩、嘎嘎精彩的一部戏，请大家敬请期待。
让他来给我们收尾吧。好，春花宴呢不仅是古装爱情，也是一部有家国情怀家国情怀的大戏，然后希望大家呢准时来预约准时来优酷 APP 预约春花宴，然后和我们一起期待吧。然后我们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好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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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当然知道了，今天春花宴开机了。今天只有一件事，噔噔，今天只有一件事，就是迎春花。今天只有一件事，就是迎春花，就是迎春花，迎春花，那就是迎春花。兰花之年。红尘似水，三尺红台，万事如歌吹。长别酒杯不成杯，十分红烛今成灰。愿谁记得谁最好的。情